有先前代言的知名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没想到平台日前遭到香港监证会公开点名，指其未持有牌照，推广手法涉及诈骗，所有相关公司火速撤离位于北市东区的办公室，卷入跑路疑云。不少平台用户纷纷洗版成09社群，认为他应该负起代言责任，直言很多粉丝都是因为他才加入该平台的，更有人大骂他是诈骗集团代言人。由于双方的合作已经在今年7月底结束，经纪公司透过现实动态表示已经通知对方在缓冲期内尽速下架相关宣传素材。而陈零九在沉默一天后，日前终于发文坦言想帮忙了解情况，但目前联系不到相关人士，若相关单位有调查需要，自己将会全力配合。